见面啦！可以走开了啦，陈家吗？我是 Summer 妹妹，我是 Misha， 是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呢，周末待在家很无聊，所以我们要怎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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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 Jelly 啦！做 Jelly， 为什么想要说做 Jelly 呢？我们是刚好在家里看到有一包 Jelly， 我们就说，哎，有 Jelly 哦，不如我们来做一个挑战，做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 Jelly。当然啦，一包那太无聊了，是吗？是，所以我们又去多买了几包，要做一个非常大的 Jelly， 然后一起吃掉它。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去做 Jelly 啦！才把它弄成这样，你知道吗 ？Oh my god！ 你知道我们在什么做吗？莫大一个盆啊，比我的脸还大的盆，而且还是熊熊的。好，我们要怎样吃完它？哎，不如我们来个比赛好吗？就是在OK 啦，60秒，看谁吃的最多。Go！ Oh no！ 我的，它烂掉了，应该是还没有完全。呦，开始，继续 ，OK。之后呢，我会对 Jelly 有恐惧感。我已经输了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我给他们看一下。你看，你看是不是？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你的。耶！所以这我赢吗？让输，输的人有没有惩罚？好吧，可以惩罚你吗？可以啊。我想一下，你给我想想啊。我真的。不会再吃它了。炸鸡蛋，炸 ，OK 吗？你愿不愿意接受挑战？我愿意。好啦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周末就是做这个 Jelly 挑战结束，就这样度过的。没错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，还有订阅哦。是喽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之后我变中锋了。